银河娱乐集团作为负责任的企业，全力支持负责任博彩。银河娱乐集团一直重视企业社会责任，持续传递负责任博彩的信息及举办宣传活动。澳门银河第二期及澳门百老汇于2015年开幕，标志着集团版图的扩展，打造全世界最顶级的娱乐及消闲的新里程。随着集团扩展，银娱继续承诺符合政府的要求，致力推广负责任博彩。为了宣传及强调负责任博彩的重要性，银娱举办一系列的活动，唤起员工的意识及提高相关方面的认识。在2015年，共有超过12000名员工参加工作坊、小游戏、讲座等等的活动。除了向员工推广之外，银娱亦都与其他政府部门和负责任博彩相关机构合作及支持，鼓励旗下集团员工参与负责任博彩社区活动。为了交流经验及加强国际合作，银娱派代表参加在多哈及香港的国际性会议，从而更能够了解当地政策及参考实践负责任博彩的经验。负责任博彩，实践理性赌博。